拍呢個劇嘅時候，我自己好大感想，因為我同翠如係飾演兩姊妹啦。咁我自己係我係冇兄弟姊妹嘅。咁但係佢俾到一種好重好重嘅嗰種姊妹嘅感覺我。咁所以每一次我睇翻我哋嘅姊妹嘅嗰啲畫面咧，我就會好自不然地流淚咯。係咪怕？套劇出咗街之後都收到老細電話，都係啊，好開心啊！即係老闆都有打嚟，咁啊都俾咗好多鼓勵嘅説話我，咁即係話我做得 OK 啊，即係叫我繼續努力啊咁樣，咁我覺得即係唔係鬧，我覺得已經係一個讚了。即係自己收到老細電話嗰刻都戰戰兢兢啊嘛！好開心，真係好開心，因為。我自己一直都很擔心大家在電視即每一晚都見到我的話，如果你真的很不舒服地望住我的話，你就真的會很不舒服的了。所以很開心咯，即大家的 comment 都 so far 是很正面的，很多朋友和很多前輩都有 message 我。當然大家真的很忠肯的都說我有很多進步的空間，即很多東西都可以繼續努力的，但是他們說即我比起以前的可能的戲路啦，或者是的表演啊、講對白啊的每一樣細節，他們都覺得我有進步，我覺得這個是很大很大的鼓勵。家樂有沒有給意見你 家樂有沒有給意見你我身邊很多人都有給意見，咁啲朋友個個都有給意見。